拜两位拜，各位好，乡再亲，见，大拜家拜。好。今仔日是台湾证明制宪，释宪呢，演发表会吼。今仔日是第46天，两礼拜一届，所以差不多是已经比较两冬的时间，按逐礼拜拢无欠息。今仔日原来主持人周兆亮先生伊有代志，所以由我庄世进来代班。俺今仔日请到迄个谢正宽先生，要来甲俺讲。确定啊，你会听过伊是真精彩。俺知影讲吼，即两日啊，大家有听到消息讲，因对啊，国防部长啦，什么艾斯培啦，美国的国防部啦，对什么迄个中国科的科长啦，包士可啦，拢咧讲哦。已经在台湾，在升入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啦，美军啊在来啦，所以因这些人吼，伫英国咧做官的时候，拢讲得较模糊，即卖已经摕落来了吼，都讲得很清晰。那所以吼，尤其即卖做官的人较模糊的时候呢，敢讲会使讲，会使做，袂使讲，就算大家会个个吼，所以呢。大家可能听了一寡名词，无啥清楚。回个格个时阵呢，俺请了谢正宽先生来甲俺讲，讲你听到的，你若感觉讲哦，这样肯定要甲你说明的啦，无够清楚，你还过来发问吼，问讲是安怎奈讲的有诶无，阮听拢无吼。这样呢是阮旧金山湾区，会使讲是阮大概呢，以前甲传去迄个旧金山，看讲旧金山合约就是遮签的啦吼。旧金山合约。然后，台湾关系法什么事情，伊拢是遮个专家，法理地位非常清楚。包括到你听到的讲哦，台湾的办事处是即摆叫做北美，还是叫做台北，还是叫做台湾？嘿，伊可能看他听讲，伊原来会甲咱讲个清楚吼。所以今仔日将即50分钟，互你来主持吼。俺大家来听了。有甚么意见的先写起来，看你要来甲问吼，安尼让我你开始咯。好，真多谢吼，迄个 Raymond 遮精彩诶介绍吼，我即马要开始今仔日诶座谈啦吼，即个座谈内底，你即马有看到 PowerPoint 无？有，清楚清楚，有啊，有，嘿，有，OK，好，大概我咱对遮开始啦吼，真感谢，超过一个月前吼，即个。咱个会长啊，江文基先生吼，Douglas 吼，邀请了吼。我一方面真 exciting，真欢喜，一方面啊真惊吓了吼。但是总是抱着讲替台湾吼，我会当早一个定位啊来建国界限吼，大家做一寡发言。我是感觉讲，咱万物静观吼，拢有每一个人拢有所体会啦吼。真高层的人，伊嘛有真侪想袂到的所在啦吼。总是你家己本身是有感动吼，你对你来讲有这种体会无？有的人是看到山，话讲迄毋是山，其实也是山啦吼。这就是大概我要讲的这切入点就对了。今仔日呢，伫咧遮呢，主要论题呢，是要甲讲法理的论述啦吼。台湾无属中国，台湾要安怎定位，要安怎法理建国啦吼。这就是大概要讲的主题吼。今仔日咱要用5个项目来切入啦。第一个阶段就是讲前言啦吼，就是讲美国甲台湾啥物关系。第二要简单介绍我的简历，佫过就是讲台湾历史吼。对美西战争，看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是最重点吼。以后的台湾是啥？咱对这个俄罗斯、这个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吼，咱受到什么款的启示啊？想要做一个结论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吼，台湾的主权是属日本人的，无人争议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今仔日台湾的法律地位啊，吼，甲即马也无清无楚了吼。受到这个江会长邀请的时阵啊，吼，我就爬去了这个网站看，看一个错一条，我是讲我是走了唔对位哦。迄片头的时阵，第一个出来都是毛泽东啦、蒋介石啦、孙文啦，
周恩来啦吼，啊，所以我初步的印象就讲，这可能是要予迄个北京的社会科学院吼，台湾研究所看的啦吼，因为因遐有专门派人来旧金山遮吼，去迄个 Hoover Institute 吼，去遐做研究，所以这部分我有所了解了着吼。但是伫遮咱要强调就是讲，台湾将来毋是中国一部分吼。这是咱今仔的诉求。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足侪人拢用中国的角度来看台湾，这是一种迷信啦吼。啊，咱即马是毋盲讲会当对美国这边的看法，就啊，即、太平洋的看法来看台湾，哎吼，这就是大概咱每今仔讨论的重点。台湾啊，有一句话就是讲，一样米饲百样人吼。伫战后77年的经过即个77年的洗脑，到今日有人还是咧讲台湾是已经主权独立的国家，伊的名叫中华民国。啊，嘛人叫讲台湾共和国，嘛人叫讲中华民国台湾。啊，到底台湾是毋是属中国一部分，还是属日本的一部分，还是属美国一部分？这非常的困扰吼。那么今仔日的台湾呢？有真侪乱象，就是讲这个认知的错乱啦吼。到底头拄啊讲的，就是讲到底台湾是些啥物？可能一百个人来解说台湾，拢都无共款的角度啦吼。啊，伊的真相其实是啊，佫是伫军事战略内底并无主权吼。但是伊有真侪互咱啊惊吓的所在，就是讲中国迄、那个咱的派驻兵只是甲翻霸兵，甲人讲要。啊，台湾吞下落北了吼，但是咱要安怎采取行动吼？这个是大概咱会当切入的点。台湾的乱象啊，需要大家来讨台湾干了吼。台湾吼，感觉歹听啦，到底是谁爱正名？就是讲是台湾爱正名，是中华民国爱正名吼。啊，台湾到底是想要独立，还是想要建国？啊，要向？什么人要求独立的吼？这东西受到这个维权的症候群的吼 ，authoritarian syndrome 吼。那么中华民国到底是代表什么人？伊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台湾？哦，讲无清无楚啊。中国的这个住在美国的这个大使叫做金刚吼，伊无偌久以前嘛写一个文章，黑白讲了，黑白转就对了吼。啊，因呢，这个国防部长个魏凤和哈，个说三道四，讲啥不惜一战哈。啊，最近这个习近平个处理伊讲非战呢，这个非军事的战争就对了哈。啊，这就是去学这个普京哈，普京来讲这特别的军事啊行动就对了哈，拢是欺骗社会就对了。咱大家拢会记吼，伫台湾有一条歌啦，这条歌就是母亲的名叫做台湾啦。内底有一句话就是讲，台湾敢是还歹听啦。啊，即马咱啊一挂好朋友、一挂前辈、社会人士拢讲，台湾爱正名，啊是台湾爱正名，还是中华民国爱正名？这我想是真无清楚的所在吼。啊，是啥物？是啥物？台湾爱为什么台湾爱正名吼？唔是中华民国爱正名。咱知影讲台湾伫全世界，咱拢叫咱是台湾。啊是安那？咱爱甲台湾搁个改名，要改做啥物名？啊，难道是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吗？阮了解就是讲台湾从来唔是中国的一部分吼。所以伫这遮呢，简单讲就是讲台湾真是好名声啦，请你唔通嫌台湾。啊，世界拢叫咱是台湾，所以名芳四海唔免改啊！吼，这是我小小的看法吼。台湾就是台湾，唔知要改做啥物名啦？要改是要改做啥物名吼？啊，我想咱台湾今仔所欠缺的，就是要安那定位台湾，啊，要来建国，要来建国吼。这是咱要所要重点。以国际社会咧，建国有一个 A、B、C 啦，吼。啥做 A 呢？先有革命运动，啊，才有建国，才有制宪。就美国是1775年到1783年之中有一个革命运动。
了伫只1776年才有建国，建国了是11年以后，伫1787年才有这个制宪吼。这是美国吼，咱伫只徛起的这个国家，因的建国的过程。那么伫中华民国的伊国家趣味就是，伫1912年的，有一个武昌的起义吼。伊讲武昌的起义，那是1912年，1912年才有中华民国的建立。啊，到1946年才有制宪，哦，所以制宪唔是讲较重要，但是还有一个基本法就对啦。一个国家要建立，还有一个基本法，大家共同遵守，为着这个这块土地、这群人，我共同要遵守吼，未来个保护，迄就叫基本法。了后，你国家建立以后，才成立一个国家，吼，哦，啊，伊其实是1947年才公布，啊，真正实现的时阵是1948年，哦，所以现在这制定啊，通常伫建国以后几啊年以后才去制定。伫国际社会啊，吼，有一个法律的系统 ，legal system 啊，吼。那么有大家所了解，有迄个民法啦，啊，普通法啦，习惯法啦，吼。啊，台湾咱所采用的就是迄个民法的系统，美国是采用是 common law 的系统，中国是采用伊是综合的这个民法啊，甲 Soviet 啊，就社会主义的迄款的法律啦，吼。这是因的法律。再简单来讲，就是讲这个民法啦，甲普通法有一个比较吼，这个比较吼，这因为咱还佫有一寡法律专家吼，这嘛唔是咱今日要讨论的重点。要讨论重点，就是讲，即个法律内底，伫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是一个叫做《战争和平法》。《战争和平法》咧，这是一个叫做荷兰的法学家吼 ，Hugo Grotius。伊伫1625年的时阵，伊写一本册，一本册叫做《The Law of War and Peace》，哈，就叫《战争和平法》。《战争和平法》就解释讲，伫国际社会，假使讲若有战争的行为发生的时阵，土地是毋是占入了你的？伊讲从来毋是，一定是爱等到这个和平条签署以后，土地才属你的，对。但是呢？在中国的社会咧，在中国的社会并不是安尼给咱解释吼，我跳开。在中国的社会并不是安尼给咱解释，伊讲吼，这个过去二十四朝代，伊拢是先占先赢的对吼，那么。咱即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讲美国甲台湾到底有啥物关系？伫即个5月时阵啊，吼，啊5月7号的时阵，美国的国务院啊有发布一个 fake sheet 吼，就是讲伊一个伫网站所公布的即个新闻啦，吼。伫2018年的时阵，迄当阵的新闻内底有写甲真清楚，就是讲。伊 acknowledge 吼，就是讲，刚好一个中国，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过伊知影，中国人是伊的态度是安尼吼。啊，万达的毛写讲啊，美国吼啊，无 do not support 啊，台湾 independent， 无支持台湾的独立运动的。这是伫2018年，也是讲伫今年的5月以前，拢是安尼摆伫伊个网站顶管就对。但是到5月7号的时阵，甲即几个物件提掉，就是讲美国无支持台独，美国啊唔是，或者美国认知讲，干那一个中国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即拢提掉就对了。但是到5月28号的时阵啊，甲即个无支持台湾独立，即个放倒去，啊，但是伊甲正式甲即个台湾是属中国的一部分，即个正式提掉。啊，所以即个咱的社会拢咧。就跟你讲，哦，啊，这美国无支持台湾独立的时阵，那么其实上重要就是台湾唔是中国一部分，这我算是更加重要吼。那么无支持台湾独立的，咱的社会啦吼，不管是伫台湾还是伫美国吼，大家拢有真侪论述的吼。但是咱想到转来，就是讲台湾到底是爱向什么人要求独立？是向日本，还是向中国，还是向美国？
我想这可能要达到去讨论吼。啊，台湾其实上欠缺的就是建国，建国甲独立，我想有真大差别吼。伫这个啊、中国方面吼，伊其实根本就无够迄个资格，因为咱讲的就是讲中国将来无拥有台湾的主权，所以伊那是讲要讲啊、咱向伊来要求独立，迄是可以，是讲根本就无迄个必要就对了。但是对日本来讲呢，日本已经 renounce 哈、哦、renounce 就是讲宣布放弃台湾的地权、三权甲这权，所以咱嘛唔免向日本去要求独立。但今仔日上啊，嗰啲principal occupant 的主要的管控制就是美国的控制哈、哦，所以在2007年8月24日的时阵，我捌写一篇文章给迄个《自由时报》，啊，这个《自由时报》内底有刊出来哈、哦，就是讲美台湾啊，应该要向美国去要求独立的哈、哦，因为目前的中华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台湾，伊是主要，伊是干哪，叫做次要的占领权，权国名，唔是主要占领权国吼。啊，所以这个同款在这个8月29日吼，迄个英文报纸安那有把这个物件刊出来就对了吼。假使讲各位你若去这个啊 ，Google 顶管你拍 Taipei Times Johnson 哦，大概有应该有200几篇的文章伫顶管啦吼，讨论台湾的这个议题啦吼。那么伫这个9月份的时候，我其实不过写一个文章，和自由时报啊，马上有刊出来，就是讲关机不动机啦，啊，但是安尼就是爱非独立不可就对啦，就是讲爱有行动就对啦吼。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主要是替美国在管理台湾而已，并不是伊不是主权国家了，对吼。这是咱看对1950年以来，因为1949年中国建国，啊，50年以来，因一日干伊啊到肥火车吼，你迄个派面子手吼。直接甲呛声讲，这台湾是属于的啦。咱看1950年的周恩来啦，吼，1950年的这个叫做五修权，伊伫联合国的内底就伫遐说，伊去告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就是台湾嘛，吼。啊，这1996年的时阵是这个朱镕基吼，伊说咱台湾伫要。大选的时阵啊，李登辉当时要第一次的民选的时阵吼，伊讲吼，伫遐呛声台湾就对了吼。啊，大家可能想会起2002年这沙祖康，伊讲随你你们啦吼，这个是伊的。啊，最近这个今年的时阵，魏凤和伊讲不惜一战。啊，最近这个习近平不光系就是讲。非战争的军事行动，吼、哦，就是准备要想讲要采取行动打台湾就对了，吼、哦。啊，敢有法度？伫这只要甲大家探讨，就是讲，其实啦，我头拄啊 Raymond 有介绍，就讲，其实我望这个国际关系啊，已经真久啊。伫读高中的时阵，读师大附中的时阵，我就去考外交官的检。这是1967年的时阵，到今仔差不多有55年的历史啊！吼，伫来美国以后呢，有一个机会，伫1991年的时阵，受到迄当阵的啊，白宫的迄个 George Bush 吼邀请啊去啊啊参观，就是唔是参观啦，去迄个看这个 Proclamation， 就是讲第一次的，这个美由政府哦签署这个。这个亚太哈啊，亚太迄个 Heritage Month 的 Proclamation 哈啊，这个就是迄日的内底迄个过迄个 schedule 哈，中这个就是迄当时的赵小兰哈。在1998年，我有机会甲一个就叫做黄国昌先生，伊是迄个台联的啊前党主席的。
黄坤辉的责备兄哥啦，伊是洛杉矶的一个政治学博士吼，啊，阮有作为研究，替李登辉写一本册，叫做啊《中国通》的研究报告吼，啊，这个报告内底啊，阮有四个人拢总分区域去做研究，我负责的部分是这个 Hoover Institute 甲 JFK School Government， 所以我有去遐做研究吼。啊，做研究的时阵啦，所以甲 Hoover Institute 吼。啊，有相当的迄当阵有来往着着，迄当阵呢，即马大家拢知 Raymond， Diamond 吼，迄 Larry Diamond 吼，但是呢，迄当阵是叫做 Tom Metzger，Tom Metzger， 我伫1979年的时阵啊，捌邀请伊来做这个台湾管理法20周年的这个回顾甲展望吼，啊，迄是迄当阵的决定吼。来美国上个重要就是要去参加这个2月7日哦，2009年伫appeal court 哈、哦，伫咱的迄、那个高等法院内底哈，可能高等法院内底的一个辩论庭啊，迄、那个辩论庭就是讲，由律师两个律师，一个代表台湾团体律师，一个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啊，三个法官的顶官啊，因讨论安怎。来确认讲台湾的这个主权，哦，这个非常的精彩，这嘛已经下卡这拢是这个网站有的是啊有翻作中文，我已经把这个因的辩论的过程内底头到尾，我有甲翻作中文吼、哦，大概也有闲会当去看，这因为爱用足侪时间才有法度去解说吼、哦。其实迄日啦吼，AP 吼、哦。Associate Press 吼，伊叫去采访啊。迄个采访的过程啊，其实即内底即我也有录影起来，即但是即咱今仔无时间听啦吼。了时阵，迄当阵呢，一个记者叫做 Michael Richardson， 伊开始报告台湾的代志啦吼，所以变作是咱台湾社区一个真好的朋友吼。啊，即甲咱湾区的一寡乡亲，大家拢有介互动吼。那么，咱整个对讨论者的台湾的一个战争的过程吼，伫战争的时阵叫做军事政府，啊，军事政府战争结束了，是毋是爱跳过平民政府吼？这个观念呢，是由这个老兄叫做 Jeff Gear 吼，伊伫网络捌写一篇文章叫做《Taiwan Status》吼，《Taiwan Status》就是讲。From Grotius to WTO 哈，讲对国伦秀斯安那行到这里、個，伊讲的上主要问主题就是讲，美国不管多一党做主政哈，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因做主政的时阵，因拢未偏离，就是讲绝对未去放弃台湾对了。啊是安怎？迄就是有一条所谓油条嘞，这条所谓油条的时阵。有真精彩，所以伊个咱个论述其实拢对伊个来是对两千空隙。我用超一年个时间才去熟悉伊了，才专工走去拉斯维加斯甲伊座谈。我只准备两个 recorder， 一个 recorder 差不多一档6点钟，两个 recorder 太。所以我超用自己个时间底下甲伊座谈。在场个有陈新光啦，即、這个郭淑卿啦，吼，甲陈新光个太太吼，啊，尾啊当然甲即、這个。柯瑞人大家拢真好的朋友，台湾还佫有一个先輩啦，这个叫做这个那个亚马逊吼，这个另外还佫一个一段故事啦吼，这个咱今仔无要讨论这個。2008年3月20日，迄当阵我甲一群朋友吼组一个叫做台湾民权诉讼组织，这个诉讼组织是啥？就是专门为来维护台湾的 civil rights 哈、哦，台湾的平权。啊，阮有捌做过啥物代志呢？捌做过吼，就是今仔日咧报纸人啦有小可看到吼，但是因看的是乌白倒就对了。正经的内底会员就是讲，有这个台湾 civil rights litigation 哈、哦、organization， 阮执行的，唔是。伊顶官所讲的遐个拢唔是事实的代志吼，啊有进行这个吼，这个爱有趣味人会当去看吼，但是这个
对象内容我直接无方便做报告了吼。啊，过来就是这个组织的啊，另外一个过进行一个就是联办发发言的过程，就是这个金融债券、黄金债券的对了吼，五八的迄个老鼠吼，所以这拢对地方法院拍到迄个高等法院了吼。这个 case 无拍到最高法院了，但是其实啊，个中国人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拢个欠美国伫美国的啊，全世界足侪人，你若有摕到这个五八的时阵，因啊，你咱当啊个有这。算讲借住着着，咱会当去共要求讲因来赔偿吼。啊，这是迄当阵阮所行动的。伫美国这几年诶，我有机会吼啊，邀请着即在，你看着即顶冠吼，即对丁大卫、罗大卫、李杰明哈、博瑞光、普瑞泽、夏新呐吼啊，即韩如博了吼，即个。Steven Yeats 啦吼，啊个最嘛，这个莫健吼，大概我拢总捌24小时啊，48小时干做会吼，啊伫这家来因来湾区演讲就对了吼，啊所以当然内底干做担真济，他拄啊 Raymond 有讲了就是讲，伫美国目前啊，大家有当时啊来办文件爱去接受的，就是叫做 Tackle。这个泰国金门处呢，其实伊是伫1979年，因为这个台湾关系法成立以后呢，美国设立一个叫做 AIT 美国在台协会。那么在伫中华民国的系统，伊就讲好啊，你创一个 AIT， 我就创一个叫做北美事务协调会就对了哦。因为因中华民国的政府是讲，我古早是外交部，这管全世界咧。啊，即马煞忽然间落来，再降落来，即个，所以你美国我嘛创一个小单位来甲你募，就种白协就对了吼。啊，这是在 AIT 的对等单对口单创一个单位就对了。但是这个对口单位啊，已经北美这个白协哦，到底是代表什么？无人听有了吼。所以渐咧修改，伫2000。2019年吼，5月25号，这个单位咧，这个白协咧已经改名叫做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就对了。啊，是这个单位是伫6月7号才正式吼，所以应该咱这个 TACO 呢，吼，就是讲这个金门处吼，伊即嘛唔是安德这个北美事务协调会啊，是安德这个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就对了吼，所以这是正式挂牌的时阵，那么。今年的4月7日啦，我有机会啊，甲一挂朋友去美国 AIT 的总部，伫 Washington DC 的总部，阮去啊，甲因拜会啦。啊，其实即知影讲，目前的外交部有真济代志，因确实有遐外交人员拢有真拼死伫做工过啦。吼，内底有做真济，咱可能无讲清楚，就是讲有这个 TIFA 啦、BTA 啦、FTA 啦、EPPT 啦，吼，啊，这等等的这些单位，因拢有定期间有伫进行对个。但是讲咱各位吼，咱这先进，咱大家拢是吼，除了我唔是以外，大家拢是博士吼啊教授吼，你会当替台湾做啥物物件？吼，遐有真济舞台。啊，咱也会当有迄个机会，要安那替台湾去发声吼，这是值得咱大家去思考的角度了吼。即马要来简单介绍，就是讲，伫战后，伫台湾的过去的历史了吼。台湾的历史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课程啦，因为台湾甲美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甲日本、甲国际条约、甲国际社会有真侪牵连。啊，这内底牵连拢有真济条约文件吼，啊，爱一个去透，一个去捌，去了解。台湾，中国一直讲做台湾自古以来是属中国的，其实迄是笑话啦吼。咱了解就是讲，伫这个1542年的时阵，葡萄牙的这个船员啊，伊就看到这个
啊，美丽岛叫做 Ilha Formosa 吼，伊就叫出来这个名。啊，到今仔日吼，到今仔日其实是差不多480年吼，这个历史过得真紧了吼。那么对这个马关战争以后到今仔日吼，就127年吼，这个127年的这个历史，只有一个简单表，就是讲，吼，这个整个的进行就是伫1542年。啊，其实葡萄牙船员打入去台湾的领土，即吼咱的土地是1582年，所以是440年。啊，那对发现的时候是480年。啊，这一路落来时阵，你要看伫这个葡萄牙的手底、荷兰的手底、啊西班牙的手底，啊过来再传入郑成功，再过来清朝吼，啊日本啊加。本自占领开始，啊，即到即嘛安尼吼，就是简单的台湾的历史是安尼过程，吼、哦，这个就是台湾安那有印一个，就是说，这个吼，这个纪念，这个 coin 吼，伊是讲1582年啊，对1582年到今仔今年算起嘛，叫440年啊，所以你台湾的历史内底看到的，并不是照中国人讲的，讲就是伊的一部分，吼、哦，佮无，那么。其实，伫这个美国的迄个奥基舰队啊，吼，叫做 Commodore Perry 啊，吼 ，Commodore Perry， 伊伫1852年到1854年这个期间啊，伊捌经过吼，算讲美国的空中，伊吼要去日本的这个过程内底，捌登陆台湾。伫1854年的时阵，迄当阵伊是。伫迄个船就停伫家人个外口遐吼，啊，只对啊，捌起来就停留超10天个时间，啊，到今仔日是168年。你若去看 Commodore Perry 个日记吼，伊认为台湾是应该美国爱争取个所在就对了吼。这是伫伊个历史、伊个 diary 伊个日记就是安尼写吼。迄、那个台湾个历史啊，其实非常个文明啦，咱对第一。差不多看到迄个 slide， 就是讲做对荷兰吼第一手占领台湾，啊，伊到郑成功的时阵有明文的这个和平条约存在哦。假使讲大家若去这个台南迄、那个赤崁楼的所在，遐还佫有原本的吼、哦，这个荷兰文的这个和平条约留伫遐，我古早捌看过吼、哦，所以这是真明确的，就是讲。在歐美的社會，人家都遵守這個Law of Peace of War， 就是說有這個戰爭的行為要接下來，就是要有和平條約來簽約才遵守。在日本，日本去打敗這個清朝，對清朝把台灣完整的主權割讓給這個美国我用日本的时阵，这毛定一个和平条，就是马关条约。马关条内底写个清清楚楚，就是讲，把台湾的完整永久割让给美和日本就对了哈。那么，伊是包括台湾到这个平湖哈 ，The Pescadores 哈。啊，迄当阵一个真重要，就是讲，伫这个第五条内底写讲，和台湾人民有2年的选择。选择伊就对了。在这个期间，你若留落来，你就是做日本人；你若要走，你就转去满清吼，去中国去做清满清人就对了。所以，在这个国际社会呢，咱头先讲的，就是讲中国因并无什么款的政治的文明的历史啦，因就是讲占着我的啦，就因的朝代变迁吼，就是讲。先占先啊，占着我下啊，无就斩草除根，赶尽杀绝的吼。但是1625年时阵 ，Hugo Grocio 说战争和平化时阵，就已经改写这个历史吼。所以台湾真侪人讲，咱今仔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啊。其实迄伊所经过就是讲，咱有一个 popular sovereignty， 就是讲人民主权。人民主权就是相当于这个。一般的这个一般的 human right 的人权就对了啊，但是伊唔是国际社会所要求的这个 territory sovereignty 领土主权，所以台湾即卖应该正式的地位是叫做
putative state 就是讲准国家，伊唔是一个主权国家，吼、哦，咱是一个 de jure independent， 吼、哦，啊 de facto independent， 唔是 de jure independence， 吼、哦，所以这是阿个一段历史，一段地理啦，吼、哦。在历史上咧，在这个叫做准国家的时阵，在在美国的南北战争内底，迄、那个南方联盟啊，南方联盟。因迄当阵就是 putative state 吼、哦，啊，伫我过落来要介绍的，就是这个1898年这个美西战争了所签署的吼，即、哦、个条约内底吼，甲今仔日咱非常有关系。这是一般伫讨论台湾大事时阵，大家拢较无去注意的所在啦吼。我今仔要来介绍这个美西战争吼。哦美国跟西班牙的这场战争啊，其实是啊，真趣味，就是讲，在古巴吼，在古巴啊，甲在菲律宾，在迄个年代啦，1898、1897迄当阵迄个年代吼，因内底咧已经有革命军伫受对抗，甲西班牙国诶政府诶伫对抗了着，啊，对抗的时阵。因已经打差不多要到三分之一，上尾三分之一的时候，美国才参与啊。结果因在地的这个政府官员是无向因的革命军投降，是向美军来投降的对吧？所以美西战争才变作战胜国是美国的对吼。所以西班牙才割让这个 Puerto Rico 啦吼，啊关岛啦，甲菲律宾正式割让给美国，但是。古巴的部分、九巴的部分是跟放弃，跟台湾一模一样，放弃 right、title and claim， 地权、三权跟这权，吼，放弃是三权呀。那么古巴吼，这个上重要意义就是讲，你虽然跟美军做伙并肩作战，吼，就是讲叫做迄、那个belligerent 吼 ，call belligerent。一个军事行动啊，先有一个，你若拄好开始涉尾的时阵，哦，人叫做insurgent， 就是讲做你是叛军的了，吼、哦，啊，就是讲暴乱分子的了吼、哦，啊，你若讲大尾到一个程度，伊叫做迄、那个 belligerent 的了，啊，你若甲其他联盟，就讲即个革命分子甲美国的军队去。并肩作战的时候叫做 coalition 的叫，所以这是三个过程来的。那么战争结束了，这革命分子因就认为讲，因是一个国家，但是伫美国诶，并无安尼认为。这个代志发生是啥物时阵呢？发生伫这个1898年的时阵，啊，有一个吼、哦，一个叫做Charles Neely 吼、哦，伊是伫邮局咧上班啦，吼、哦，伊是伫邮局上班。啊，结果有换过一条一寡钱啦，吼、哦，换过一寡钱到来美国，啊，去有美国的这个 William Kennedy 哈、啊，抓着，啊，抓着了，要甲送到等于，要甲送到等于美国，啊，这个 Charles 吼、哦，伊要求讲，我爱是着这个人身保障，吼、哦，所以我不会的，所以底下讨论出来真济一个代志，甲今仔日的台湾是一模一样啦。讨论什么代志呢？就是讲，这个人伫犯罪，伫美国犯罪，啊，是毋是伊有权利要求讲，我不爱让遣送倒转去，啊，爱转去，啊，还是爱遣送倒去？结果这个判决啦，就是讲，做美国诶，经过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甲最高法院诶三审定谳了，就是讲，这个啊，虽然。古巴还未正式独立，但是伊是一个准国家，叫做 putative state。即 putative state 时阵，那么伊还佫有管辖权就对，啊，伊还管辖权，所以这个犯罪人应该送到等于伊个。啊，美国爱真注意，就是讲，美国爱真注意，就是讲，虽然这个，吼、哦，这个革命军，吼、哦，这个革命军，伊古早是叫做古巴的革命军，就是叫做叛乱分子，吼、哦。啊，不要从 recognize 变做 religion 吼、哦，就是讲做迄个啊对等的这个战争实体吼、哦，啊，想不要去再甲美国这并肩作战，真个过程内底，
美国并无认为伊是才合法的这个国家的主权国家了，对吧？甲今仔同款，台湾的同款，经营同款，对吧？所以伫六月二是今仔六月二六嘛吼，六月二是时阵台湾有一个判决，就是讲台湾的林志坚政府去用破啊，所以足一人做来讲啊，恁迄个恁你讲的迄种假了，对吧？其实咧，这个判决甲这差一模一样就对了，甲这个判决就一模一样吼，所以就是讲。美国并无认同台湾目前是一个主权国家，伊有国家的行为无唔对，但是伊唔是一个主权国家吼。这个是伫这个过程内底吼，上主要就是讲 ，not recognize the existence of the such a government as a republic of like Cuba， 就是讲美国并无认同，迄当阵来甲伊并肩作战呢。所以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一直讲做，伊是甲迄、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美国是 ally 吼，还是共同作战，但是迄无人无甲恁 recognize。今天就很简单，只要点上要。所以起码这个这个第一个 case， 这个 case， 这个 case 来对啊，就是讲就是这个这个人身安全的保障吼。我爱照较紧嘞，可能时间就会够。Puerto Rico 哈 ，Puerto Rico 的时阵，就是内底哈，这是一个商人啦哈，伊去甲美国做生意，伊叫做 Samuel Downs 哈，啊，伊即甲美国做生意，爱叫美国的这个海关啊来去查着，就讲伊未瘾交税金就对啦，诶，进口税。659块，迄当阵的钱啦吼，啊，所以伊嘛是小国，伊讲啊，我的 Puerto Rico 的政策挂上和啊，对西班牙挂上和美国啊，所以我是要求享受这个美国的公民的权利的对啊，所以这里在讨论出来就是讲，讨论就是讲，美国所军事占领的所在是唔是伊的地区，美国的国旗爱对起在迄个所在。啊！伫迄个所在诶，所有诶，即个人民是毋是享有美国宪法所规定诶权利？伫遐无啦。所以美国即个Puerto Rico 诶 case 内底上重要就是讲，美国伫1900年年时就成立一个叫做 Insular Bureau 列岛管理局诶，列岛管理局就专门咧讨论，就专门讨论讲。在美国伫海外所占领诶土地，其实无占领啦，就是讲战争给。结束以后所掌管的土地啦，吼，要安那来处理了对。所以1900年，你甲想看嘛，中华民国是1912年才建国的啊。所以人迄当阵就已经去讨论这款的台海外历史事务，啊，咱还佫离遐还佫真早的，所以台湾足侪人讲好啊，咱平均咱的这个主权国家，咱就会当去处理这个，还佫差真济。菲律宾的部分呢，这是一条爱甲大家介绍，就是讲，伊伫即个1934年3月2日是，伊嘛是争取啊，所以美国的国会呢有通过一个叫泰丁马达菲 Act 哈，即泰丁马达菲案哈，这是就挂甲台湾呢，台湾 Relation Act 真接近了，但是无完全同款，因为即泰丁马达菲 Act 内底啊有正式明文，10年内底要予菲律宾独立对。但是10年以后，是1944年的时候，菲律宾还是属于所占领的所在，所以并无承诺。但是2年以后，就1945年战争结束了，菲律宾是1946年就独立建国。所以，这个海外的土地啊，真济，就是讲爱去讨论的，就是讲就。爱经过这个美国的国会。我即马要跳较紧的，就是讲，伫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么咱有真侪爱去了解这部分了吼。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那么经过1990年这个进展的，咱卖讲，你两个涨价，迄咱卖讲了吼。就是讲，美国的看法是，台湾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对了。但是咱四个民选的这个总统啊，吼，拢是台湾甲中华民国白做伙啦。李登辉先生吼，伊甲咱讲做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那么陈水扁先生甲咱讲做中华民国是台湾。
马英九讲台湾是属中华民国，那蔡英文甲咱讲中华民国台湾，啊，即台湾甲中华民国拢透袂开嘛，吼、哦。啊，伫台湾啊，若有政治就无我无法度讲名啦，吼、哦，歹势讲吼。伊、哦、讲台湾南是中华民国，啊，无是啥物，吼、哦。啊，所以讲啊，我啊气煞煞着。啊，习近平讲伊足爱台湾的啦，吼、哦。伊讲台湾就是即个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啦，吼、哦。啊，咱嘛有一挂教授啊，台湾咧真有名的，迄个国际法教授甲咱讲说，台湾的地位过去是未定，即卖已经定了，吼、哦，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这个主权独立甲中华民国无关系，甲中国无关系了。这是目前伫台湾的所有的对这个台湾的解说。但是咱伫这只吼，要来讨论就是讲，台湾伫战后内底有经过真侪这个改变吼。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并不是在中国政府，台湾是属于这个太平洋政府内底的，对吧？太平洋政府内底吼，这个战争的过程呢，在12月7日 Pearl Harbor 吼，这个空袭了以后呢，同迄日啦，啊，同迄日同迄个时间，其实在台湾、在亚洲已经是12月7日啊，吼，所以。日本的兵去轰炸这个苏比克湾，哈、哦，苏比克湾，所以造成这个美国足重大的损失啦。你若看到迄、那个George Kerr 迄个 Formosa Betrayal， 或者他咧写到一个 Island X， 哈、哦，即个是伫描写这段历史的对啦。MacArthur 底下只第一次的就真做唔到真大失败，爱迪亚只。3月10日，哈，1940年3月，伊甲菲律宾讲 ，I shall return， 我有时阵要回来就对，哈。啊，你佫差不多10分钟哦，吼 ，OK， 好。我来跳下紧来过，哈，即马就是，伫这个过程内，尾啊，伊就回来，哈。啊，伫这个1943年，即吼台湾上界关键的所在，就是讲1943年的时阵，这个开罗会议啊，吼，是三个大头，吼，这个Churchill 啊，加这个罗斯福总统加蒋介石，因底下会议嘅时阵，就是讲有一个原则，就是讲日本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占领嘅这些土地，甚至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占领土地，一定爱承诺等于给伊原属嘅国家就对，就无唔对啊，但。蒋介石叫因某宋美龄甲要求啊，啊甲这个罗斯福总统讲啊，讲啊，愈讲哪有影嘞？其实嘞，这个丘吉尔因无同意，斯大林因嘛无同意。伊讲台湾唔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占领，嘛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占领，所以底下则变作要宣布12月7日要宣布的时阵，无人在场嘛，无人签约，就是讲一意见的表达尔，并无做一个结论就对吼，这是非常清楚的。啊，这另外一个较重要，就是讲这个波茨坦宣言了，波茨坦宣言分两段了吼，因是主要要处理这个欧洲战争的代志，欧洲战争的代志咧，迄当阵。伫迄个 Churchill 啊，阿个有参加吼，啊，结果呢，伊伫7月24日迄当阵啊，就因个党宣输，所以伊个迄个首相啊，伊个首相吼，就已经去换做Attlee 吼，啊，所以Attlee个时阵，所以7月26日个时阵，就变做换人吼，换人代表英国出来。蒋介石根本无参加，所以伊根本就无去讨论，就讲台湾将来要哪处理。啊，开罗宣言伫这个波茨坦内底去提到，是讲伫第八条内底讲啊真清楚，就是讲日本战后伊的领土爱限定伫这个本国四周、北海道这九州这四个岛，啊个其他民军所成立的所在。但是这个议题呢，伫台湾。啊，好，伫中国也好，拢总用这个咧做因的证明个，就即其实是笑死人个，即就根本就无白纸写黑字个历史文件，国际条无人承认，无人同意讲台湾是属中国个，吼、哦、啊，这个战争
结束了吼，伫九月初二的时阵发表这个 General Order Number One。在台湾弄个翻作做普通命令一号了，但是我是个翻作这是军令，这个 general 嘛 ，general order 的军事命令啦 ，general order 就是讲台湾日本兵向蒋介石去投降啦，吼，加在是向蒋介石投降，唔是向中华民国投降，啊向中华民国投降的时阵，即马就去属迄、那个属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管去吼，所以伫这里、個，Raymond， 我你讲我个军政啊。那个分钟好不好？好好好好，我怎么叫阿杰？第二次，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大概是安尼。我看跳过来，这个在美西战争内底吼，咱上条条就是讲，乌克兰其实甲这个这个乌克兰甲这个 Russia 吼是。共一个组文化乱潮来无唔对啦吼，啊！但是呢，因有真济冲突，因的历史背景啦吼，过去虽然因拢是伫吼，伫这个古早叫基辅吼，这个基辅这个所在吼，吼，迄当阵因历史的背景伫遮吼，啊！但是呢，因有真济对立的所在啦，因对立的所在就是讲，伫这个苏联解体以后吼。因的经济啦、系统啥拢无共款，较东边的所在呢，较属哇 Russia， 啊，较西边较属哇这个欧洲派就对了。啊，因的信用啦吼，啊文化嘛有真济，啊个生活方式，东部的东化较属工业区，啊西化较属农业区就对了吼。上个重要就是因伫2004年的时阵，伊这个。国家吼，因有真大的冲突就对，支持要挖这个 Russia 有大概40%，啊要挖这个欧洲的是大概有差不多60%。因伫迄当中发生一个叫做 Orange Revolution， 就是讲橘色革命，即造成因有法度摆脱这个 Russia 的这个纠缠就对吼。所以在这场战争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在这个Martin 的这个网站里面也有做很多讨论，我是感觉最大的case就是说，台湾人要怎么觉醒起来，要怎么说要来我们的 Orange Revolution 当时要发生，想要我要跳进来做结论，做结论的时候就是这个 OK。台湾即马目前，咱家己讲，咱有即个军事行为啦吼，咱叫做 effective control。但是 overall effective control 徛伫阿边，其实是美国哦。咱的思考方式来讲，世界应该爱和平的，中国卖规律啦吼。咱待伫台湾的人吼，爱有勇敢，把迄领中华民国迄领。无下心、无下输的迄个大衣脱掉，台湾之后都出头天了吼。啊，这个第二次每一届吼，朝鲜有动乱的时阵吼，那么迄个台湾都受灾殃了。伫美西战争，咱看到因这国家拢有法度去争取民权吼。啊，这个第二条世界大战，美国其实就是。主台湾的主要战略全国，伫这个这个俄乌战争内底，咱看到讲，大家要安那徛出来来保卫因家的国家吼，啊，行出中华才有法度吼，台湾才有将来吼。啊，伫这个家，咱爱坚持讲，做这个法律其实内底我无时间详细去解说，讲做台湾管理法，伊是讲较足清楚的，台湾就是。不是 Republic of China 哈，已经搞出来。所以讲，假使讲中国啦出兵出兵啦，习近平出兵，伊是要出兵要打中华民国，就出台湾。美国讲，无论安怎，你来到这就是打台湾，哈、哦，你打台湾，我就爱跟你干涉就对。我已经无成立中华民国，中华民国都无在台湾，哈、哦，那是中华在台湾的政府叫做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那年哈，啊、哦、是讲叫做台湾 government， 并不是 Republic of China。
啊，所以六道保证的时阵就是讲坚持啊，台湾啊，这个做三联合国联合公布就是讲一中原则啦，吼、哦，就是讲二千五百嘛，是讲中国是中国，所以国民党的政府也是讲民进党的政府好，伊若讲要坚持中华民国，因就应该行去一中啦，吼、哦，迄甲台湾其实无关系啦。台湾若要有参加，迄就是爱甲台湾、日本、甲美国。台湾美好的日子，就台湾 US Japan 吼，才有法度哦，加入国际社会了吼。啊，这个就是上届重点的重点，就是讲，在1951年的时阵，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甲咱写讲，美国是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在这个2004年的时阵，前以前的这个国务卿甲咱讲，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吼。在这个2007年的时阵，这个 Dennis 韦的韦德林的个人讲，就 Not at this point 哈 ，sta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台湾目前唔是一个国家的对吧？啊，这个2004年7月的时阵，而家就是这个法官哈，这个去修去law书的时阵，伊个人讲。台湾目前是因为中国甲美国的这暧昧关系造成咱生活的 political purgatory 哈、哦、啊，伫这个2020年先 Pompeo 讲讲说 ，Taiwan has never been a part of China 哈、哦、啊，去年11月16日时阵，这个拜登甲咱讲较足清楚的，那讲就 independent 啊，台湾 it make its own decision 是 Taiwan not。United States 是台湾爱家己爱采取行动的对了，所以在做这个主要国家的宽度的时阵 ，USMG military government 的时阵，是总统公位现任的总统公位才有尊称的对了。伊讲你那是美中国要去打台湾的时阵 ，That's our commitment， 就是美国一定会出兵的对了。所以中国习近平想好了，伊那。看看有一天要打台湾的时候，那就是他上尾的那个，所以上尾一句的结论就是说，中国出兵如果是打中华民国，我想国际社会是爱莫能助，但是美国很早就把台湾解释说台湾不属中国，所以台湾美国不认定中华民国，所以中国如一旦出兵就是要打台湾，就全世界美国一定来干涉就对了。好，马阿个 Raymond， 我，你讲个时间内，你做一个 conclusion 哈。多谢奖吼，今仔准备200几张的资料要给大家看。我想讲吼，无人有法度人遐尼那天才拢会捌起来啦吼。不过你有看到奖吼所讲的呢，大家拢有根据啦，200几张拢有来源，拢有资料，讲有倒下出处啦。不是讲哦，这是像人迄个有人讲香港那是历史文件啦、啊，这是历史故事啊，这不是故事，这是真正是文件，要有根有据吼。啊，这样讲的遐尼济吼，可能有的人吼，可能啊你有疑问的时候呢，会当阁叫伊讲个更加清楚吼。所以我想讲，即卖若有人要爱发言的时候呢，先举手，啊，若无，我就随便我点啦吼，因为这个赵亮兄也无甲讲上什么人先爱讲啦吼。啊，不过我有听过这样吼，讲足侪届啊，伊就离阮旧金山湾区，我听足侪届啊，所以若真正报对的，我看可能我 echo 看我有了解对啊，唔对啦吼，这样你看，看来。谢谢谢谢。今仔啥物人要先讲？诶、欸，迄个有一个张德昭先生哦。你讲、哦，我先讲好不好？你先讲好，好啊！你家己开哦，开起来哦，你的声音开哦，开啊！五分钟以内哦，好 ，OK。好，因为我家己先开起来，因为国公司我比较操重吼。好，我即马先讲，我即马很多在遮，福尔摩斯台湾人的共同的希望，因为美国军事政府较紧进驻，较紧动用军事发展，吼，因为。伊人就伫世界大战，日本人顺印度会得晓安尼用嘛？啊，今仔日要用这敢无困难？台湾人敢若卑微要拜托吼，较紧互台湾安定落来。遐个不应家己接带伫台湾遮个人，吼、哦，美国甲日本因爱去联络世界遮签约国家来到遣返遮个人，赶紧转去中国。因甲咱是无共国个，
吼、哦，阮一只带一只大人，坚信哦，会希望拜托会当较紧美国君主政府较紧互进驻，较紧来处理台湾问题，吼、哦，因为因即阵人即阵对中国个诈骗集团上惊，就是美国君主政府啦，吼、哦，君主法庭甲开落去，这里就开始滴滴个俩，免介客气，因为这美国即马因为啥？即个台湾即个所在，即块土地，日本啊甲美国还未正式签终战合约，所以要是战争状态。拜托，会关心事情。谢谢，我今仔哦用安尼做一个，我今仔诶想要讲话做一个迄、那个啊，拜托大家会当，互台湾人真正安，我都安心。哦，感谢。好，多谢。啊，无钟医生你要来，电脑电力先过来，我跟你讲吼、哦，五分钟以内。我想第一点啦吼，独立足侪人拢唔知是安那，较会拢想讲独立就是爱为一个国家割分割出来，较好做独立，迄唔是安尼。独立是你家己做主体，无要受人控制，迄叫做独立。所以日本你幕府好奇，伊也无伊日本也无互人占领啦。但是因当时要入去到明治维新，日本遐先贤画出来的口号就是日本独立，哦，所以。唔通为着这，我感觉真侪人吼，你在移民上，你迄个所在，你啊解释个足奇怪啦吼。OK， 好，这独立就是讲，咱台湾人无要去去有一个外来的集团，用外来的物啊，甲咱控制。啊，台湾人要独立自主。OK， 好。啊，第二就是讲，到即马啦吼，美国政府，美国就签旧金山合约了吼。伊无对台湾无任何管理啊啦，唔通搁他妈想讲啥物是基本事占领区啦啥？你头先咧讲的波多黎各啦，迄落丘巴啦，啊是菲律宾，迄拢是有正明显西班牙伫条约上将遐交予美国，伫条无任何条约上将台湾交予美国啦。啊，美国前到今也毋捌 claim， 就是讲前后也毋捌 claim 讲台湾伊有任何管理。美国对台湾的干涉。是干那基于你个国家利益，讲较歹听就是帝国主义来强权了。那像即马普丁咧干涉迄、那个，干涉有可能相像讲意思啦。这有当下咱来知影，事实是一个国际强权诶一个现实。安尼尔尔，台湾人家己爱独立自主，爱家己做主，人个主体性爱掠条诶，唔通讲今日讲怎么想？所以你对其他有啥物咧？台湾美国军政府咧？你联邦政府甲查看有这种物啊无？根本都无这种物，所以说唔通安尼。我是感觉真怀疑啦吼。第三就是讲，中国若要打台湾，未管你讲是要打中华民国，还是要打台湾啦，伊要打就是这块土地啦。OK， 所以无迄个什么国际法内底，若打中华民国就是合法的，打台湾就是非法的。美国会用安尼去分，无迄个代志啦。我想有当只，咱唔通去咬文嚼字吼，当只咧。咧 confuse 咱家己，啊，我是坦白甲大家讲啦，就是讲今仔日拜登因讲到遮尔那强，美国个智库拢足知影，那中国伫2027完成因个军武现代化，本来是2035，即马跳到等下2027 ，OK， 扭到等下2027，因若完成个时阵，美国要介入台湾海峡有困难 ，OK， 所以。美国趁即马犹阁有绝对优势的时阵，讲啊足大声啦。但是现实就是讲，那像伊去伊拉克，伊去阿富汗，伊强的时阵讲啊足大声，啊，若要偏啊要往内要走的时阵，拢讲啊足细声。所以咱爱知影，即个物啊，今仔日美国讲啥，拢无啥物路用，对咱来讲无啥物路用。今仔日台湾人就是爱较紧甲台湾独立起来，互咱家己有法度通控制台湾的安全甲国防。今仔台湾上大个问题是，咱无法度通控制台湾的安全甲国防嘛，因为控制是遐赤那人嘛，唔是台湾人嘛，迄个才是咱的上大问题啦吼。OK，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是啊，你讲咱来甲台湾问题，咱到底要安怎让台湾独立？这个物啊，重点爱聊掉，唔等于想想啊有诶无诶，我这是我的看法啦吼。好，呀、yeah.。迄、那个，得多谢你。哎，佫过来吼，我有甲周尼安，你要先讲无？啊，佫过的是呢，周尼安过了，曾妙红，你准备吼？哎、哦，安、欸、娜，周尼安，那个你即卖先讲，话你麦克风拨开吼。哦
OK， 他个鬼郑淼红吼 ，OK。你的麦克风拍开啊 ，unmute。好，大家好。嗯。大家晚安或是早安。那个，我、哦、嗯，谢谢今天谢那个谢正宽谢大哥哈、哦、会长跟我们讲哈侪迄个台湾的历史啦，我看够就侪阿伯，我们这套历史哈、哦、实在是应该是爱。好，咱的诶，迄个全台湾的小孩可以读上，不然的话，其实到现在可能都是同款的啦，都是跟我们以前小时候读的一样，只是多一点台湾的河流啊、山脉啊，但是迄个历史在前以后的历史还非常的缺乏。哦，这个部分我感觉诶，咱的进步应该。我们担心其实这一批人还是一样受那个教育的啦，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部分就是应该爱做很大的改进安尼哈。那嗯，因为我之前都听诶、李总统有讲很多嘛哈，我感觉李总统对于那个台湾的历史他不是不了解，但是他选择了一条就是他说证明自宪，然后不要讲独立。他拄只有听到咱的老教授在讲吼，因为我感觉这个独立的思考啊是真重要的。那所以呢，只要咱台湾人会当有够卡侪人，会当有独立的思考，我想就是会去追查咱台湾的历史，然后我们这个在国际上面我们的位置，然后应该就我觉得建国的路应该是可以水到渠成。只要不要有一大群人一直想要在中华民国里面当官啊、哦、领钱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台湾的未来应该是指日可待，就是台湾是一个进雄的国家这样。好，谢谢、嗯、谢谢陈李安。他来苗红兄我跟你讲吼，他跟过来季牧师吼，他哥买红料瓦力好，你先准备一下，来开始。好 ，Raymond， 谢谢。我这样讲、嗯、听得到吗？我明白，讲好。啊，我现在讲一下哈，我很讨厌中国人，尤其中国那些哈什么部长级的那些战狼级的，在那边狗屁倒灶，在那边什么什么学习台湾什么东西的。我讲一句不好听的，我干军人干了20多年，你们一个连一个金门都打不下来了，你还跟我讲打台湾呢？那神经病！这些人都是骗子，然后他们大声小声在那边骗，骗完以后呢，在台湾岛上的一些中国人呢，再复合一起骗，哎，人家会打我们呢。所以说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我们应该，哎，这是好中国人从岛外再配合岛内来一起骗打台湾。不如买台湾，买台湾不如骗台湾。所以说我每次看到他们什么外交部长啊，甚至于哦，习近平哎，我恭喜习近平啊，选了、啊，哎、欸，我讲那些你有种哦，当你们炮弹对台湾打的第一天，就是你们哦，中国要亡国的一天。因为现在在中国，我讲句不好听的，小弟我经济学读得太通了，陆明仁的那三民书籍呢，我读了500遍以上。我跟你讲。中国的经济要垮了，国防最重要的基础在经济。中国的河南、山东、上海的银行都领不到钱了，领不到钱了。接下来呢，是公务人员呢领不到钱，接下来呢是军人领不到钱，国家就亡了。在他们国家要亡、要倒成七块论、八块论以前呢，他们先把台湾这块肥肉骗到手，或许还想多活几年。我的解答就这样。所以说我很讨厌中国人天天在那边什么皮一战个狗屁倒灶。OK， 谢谢。呀，季牧师，你是第一届新人来吼，你大概 brief 介绍一下，然后发言吼。啊，搁过来呢，吴伟达，你干么先就准备下一个吼。好，多谢啊，今仔日听到谢先生真。真好吼，这个演讲吼，啊，伊过去参与遐尼多吼，啊，咱安尼袂当讲真侪时间去了解吼，啊，所以我是
感觉讲咱台湾有真济真好诶人才吼，亲像写成这，啊，真济拢是啊，真有研究啊啊，尤其啊，甲国际关系吼，参加真济吼啊，我是感觉讲，中国只是讲讲台湾是属于伊，啊，总是咱台湾诶政府应该爱有迄款诶。爱发声啦，啊，譬如讲国际记者会、研讨会，啊，用英文，啊，吼，虽然是美国讲，啊，都不止有咧挺台湾讲吼，坚若磐石咧，啊，总是迄是较政治人物，那是讲官方，啊，应该是这民间方面吼，就是讲。即嘛一方面就是台湾本身无一致啦，即一个啊政府我爱去推行一个啊政府伊若无要推，啊就爱民间来用民间的力量来推安尼啦，哦，所以当然也爱考虑即个，譬如讲联合国，伊本来宪法宪章伊就有迄个讲人民会当主权啊，对无？哦。啊，当然啦，考虑讲这个美国，吼、哦，伊对台湾吼、哦、有这款的话，有这真济的支持吼、哦，啊，考虑美国方面，所以台湾要讲正名，要讲建国，要独立，实在是真济真济方面，啊，真济方面去努力啦，吼、哦，啊，总是即马政府。那用政府的力量去做，当然是上好。外交吼啊，啊总是政府本身，咱有时敢那袂当亲其他嘞吼。啊啊，是讲咱台湾吼，位过去较近，安尼有咱真侪优秀的台湾人，安尼一生咧努力咧拍拼咧研究，啊，亲像这台湾的历史吼，啊是讲。在要发力啊，在什么方面啊？要安尼要走向在这个独立，还是建国，还是讲正名吼？哦，所以我是真期待啦，真希望讲咱有遮济真优秀、真专门国际方面的人才，啊，来当来将台湾的。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情形、台湾咱的愿望，来向外、向国际安尼，来发声吼，研讨还是种种吼。你想研讨会，哦啊，亲像写的这款，哦，这真好的文章，这拢都真系列性的吼，会当真多方面、真古董有计划性吼。亲像咱这个正名，即现即款研讨线顶，啊，即是咱哦用单位啊有遮个咱有心的人啊，会当来建设。啊，我的意思就是讲，对国际那用英文，哦，咱有真侪人才会当用英文来主持，来发表吼、哦，来讨论研讨，啊，互国际会当搁较。了解，我是感觉有这个嘛是真重要吼。嗯，多谢。是啊，因为吴伟达议员，你即卖我你讲，啊，佮过来吼，蔡社长，蔡明峰社长，啊，你敢袂要先佮 next 吼 ？OK， 好。你敢有听？有，袂歹。好，大家好，我是时代力量啊，彰化县议员吴伟达。我感觉特别咧听拢有一挂新的学习。就讲这边我听，就讲咧追求这个台湾的，不管是讲建国独立，吼、哦，阿咱咧讲证明咧，在底故意过去的历史的脉络，阿刚咱也是在学习的，一寡国外经验。今天讲者讲的蛮多的，可是我觉得很可惜，就是感觉还听不够啊。下次是不是可不可以邀请讲者再多讲更后面的部分？那在军事外交哦，那这个。台湾在做的当然是我们 要追求说我们跟中国的这个对抗啊，我们让我让大家有这个困难的，再跟中国
来做一个抗衡。啊，另外伫咱内部的人民主体，咱追求独立建国，还是讲证明的这个独立主体的内底，其实我咧看，就欢乐一件，就是时代力量过去的。这一两年呢、啊，哈，忘记是不是今年还是去年，都有在看到一些案子，就是这个中国的渗透的案件。我感觉这嘛是咱大家爱做注意的，就讲看到讲迄个一个叫做加里大龙的运输业者，啊，中国安那者，中国就是伊去投入的其他国家的公司，所以伊的中资就变做咧讲那是港资、香港的，还是日本的日资。啊，刚刚渗透过来，由这些公司渗透过来，咱台湾哦，这两年来已经抓到了好多案子。啊，搁啊，我感觉搁啊恐怖的是，连咱的台湾的码头，像高雄港、台中港，拢有一挂货柜已经去哦，透过一些中资去介入、去承租营运哦。啊，所以这甚至到美国的华府的智库都已经有公布说，哎。这一些亲中势力的码头会是解放军登陆作战的最佳、最适合的地点，所以我感觉咱台湾其实哪里看外靠咱家己内部内部的这个、家己这个所谓反渗透，甚至在泄密的部分嘛，是要再加强。啊，另外，中国嘛是，我感觉他们一直战术一直在改变哦，不管是在对外军事部署。还是说其实我看到现在年轻人、哦、这种18岁以下的一些学生、欸、他们在使用的这些软体软体有很多也是中国软体，那里面不只是说他们的这个文化 的洗脑，还夹带我们台湾人的个资，都有这种泄密个资 的危险。所以台湾除了 在对外的一个武力跟着主权的一些争取上，其实在我们台湾内部我觉得也要花很多心力去做调整。啊，我最后想问一下讲者，就是说在讲这个今天讲了很多台美的关系啊，想问讲者说对于台美关系的下一步、啊、我们最近期的我们可以再做一点什么，在美国可以做什么，在台湾可以做什么，啊，这是我今天的问题。谢谢。好，吴议员，多谢。啊，你唔通先走吼，看另外有代志要请您表态吼。OK。啊，即卖 Morgan， 这个 Martin 瓦利吼。啊 ，Morgan 廖和新呢？今日你 Morgan 哥 next to you 吼。蔡明宪、蔡明峰，和恁两个讲一个看，你遐底下讲有小相关无？老大先讲啊。好，各位大家好，我是蔡明峰。台湾海外网的主持人啊，今仔日我要提出来的个人的想法是讲，七十年来，因为国民党的阿爸，所以人民的声音拢无得传达。啊，在这个政党轮替前十年，台湾的党也好，民进党也好，民间的声音真大。但是呢，由原政府来打压，所以侬无法度传对国际去。政党轮替了后，台湾人民的声音有减少去。但是呢，讲一个国民党这边也好，民进党这边也好，我那由原无要予台湾的民意向国外来表达台湾人。的意志啊，甲声音，就是讲台湾人希望加入联合国，家己要制宪、正名，但是呢，美国甲这个民主国家，拢无听到咱人民的声音，因为执政党不管国民党，拢伫阿里打，啊，所以这个是。台湾人爱发声的所在，就是讲咱台湾人家己爱发声，用台湾人向美国政府
世界澳门好，日本好，传达咱台湾人的声音，甲意志，甲主张。因为今嘛，讲美国人过去就是讲，哦，台湾政府拢听听，啊，所以讲美国咧注意。啊，因为今嘛有，今嘛是美国政府有帮恁台湾人就真爱家己讲自家独立。自家出来讲话，啊，所以这个代志呢，人会爱心，要安那拍破，心的安心甲观点。啊，所以呢，我的建议是，由台湾各社团、各别各向全世界外国的外交单位，发展台湾人的艺术。我是阿主张，啊，当时我那阿伯咱台湾政党，不管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就是爱叫台湾人的声音去执行。啊，咱的行政院、立法院嘛爱听台湾人的声音，吼、哦，唔是讲这个立委啊决定，当然是代表人民，但是有一挂声音，立法委员因为。选举选出来不一定正确，吼、哦，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讲，咱这个团体甲其他的社团应该爱个别向国际来发声，哦，啊，这是我今天的呼吁，多谢。呀，摩根瓦利，和你讲一下看卖，啊，佮过来吼，刚是万珍昌，你伫你家嘛好爱放吼，你老伫家肯定瓦利放吼，下下一个，摩根。哎、欸，我讲你有听到无？有，袂歹，哈哈。有啊，哦，因为我感觉美国最近伊蛮写到，伊是迄模糊的地带的战略哦。我记几个月前，一个啊，新闻是布林肯哦，有讲，也着台湾毋是独立一部分哦，不过伊讲。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 ambiguity strategy。所以讲，啊，希望啊，该美国政府麦都不提起讲这个情况会怎的吼。伊若讲这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啊，这里中东一边就讲啊，这台湾海峡，是。是独立海峡，啊，就因为我觉得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吼，所以啊，不能会当看咩下地方吼，伊就不，伊就咪都会接，接其他吼，甲讲讲个啲上好咪讲，但对当讲就是台湾是，唔是中国一部，就是爱讲。我不就干脆像潘佩奥讲啊，这就是台湾一个独立国家。人潘佩奥会当讲嘛，但对伊即马是阿个一直在所以讲伊讲代表政府。啊，我讲咧是甲大家分享尔啦。哎 ，OK， 多谢。好，我来听台湾的心情好吼。啊，来范先生，我你讲吼，啊，佮过来了的心呢？是不是邱忠勇先生跟 Next 哈、哦？大家好哈、啊，我今天很欢迎听到John Xie的那个 presentation， very detailed， 这些 information 应该是让我们年轻一代要有机会可以读到啊。我个人的是这样子，我师大大四就加入国民党，但是我教了一年就退出，教育界，啊，然后我1982年那到美国出差之后入关，我写台湾 ROC， 但是 officer 说你是 Chinese， 还是 No， I'm Taiwanese， 他说。Next time, don't write down ROC. OK, 从此以后我进入海关从来就没有 ROC。这也就是刚才跟那个 Ted Lau, Dr. Lau 讲的，我们既然是要做台湾人，到哪里去就是台湾。台湾 is 台湾。
啊，我们不要别人认为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 care， 但是就是台湾，我现在跟所有的美国人，跟所有 Ukraine 的，跟所有其他的人，就是 I come from Taiwan， that's it， 啊， if you support， you support， 如果 China 假设今天过来，我们就是跟他打，跟 Ukraine 一样，送子女出去，他们照样回去打。啊，这是我非常感谢刚刚那个 John Shea 的演讲的资料，还有我也非常赞同那个 Dr. Lau 的想法。啊，那还有那个周尼安，是不是？我们就是要把这资讯也 Next Generation 让他也都知道，这样子我们才有希望，我们才有明天。啊，那也是要希望说赞成台湾就是留在台湾。如果今天 25% 是要回大陆的，出机票给他回去都可以，啊，这样子我们台湾才有会有一个团结的台湾，才有明天的台湾。我非常感谢，今天也非常高兴听到John Shea的演讲。好，那谢谢各位，祝福大家。谢谢你又给范先生，啊，现在吼John是为 Houston Texas 的，你讲 Houston 德州的声音。各过来呢，无发声啊，无发声，你是弯曲吼，再下一个准备。John， please。各位同志啊，大家好啊，今日真欢喜啊。一个详细这个资料吼，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感觉听了无够贵呢。是不是可以请这个江会长啦吼？可以用 email 发给大家，啊，有时间再读读的，啊，后面再过找另外的时间再请江社再继续讲吼，因为真济无讲到啊，吼，这是真趣味，有一挂这个咱进前无啥注意到，吼，啊。另外就是老博士讲到这啦吼，独立这個，我嘛是有某种的感觉，就是讲啊，这到咱家己的决定，咱就讲出来吼。啊，当然是要安怎做，这爱大家继续来啊探讨啦吼。问题是事实啦吼。在台湾这么多人里面，敢说独立这种话说会出嘴的，老实说也真不真多啦，哦，所以这不是只有咱这我一直说咱是少数人，咱是少数的，哦，咱这大声当现场要说就说，哦，没不对咱继续说，问题是事实就是很多台湾人到現在還未覺醒，說不出嘴，啊，說不出嘴要怎麼獨立，哦，所以 anyway 這是我稍微感想，哦，啊，另外那個拜託謝振賢是不是謝振寬的 brother，哦，麥克風前到哪都不關，啊，所以再來要請他說吧。好，謝謝，好，來謝謝John，哦，啊，这样你讲台湾人唔敢讲出嘴，按即卖想办法来互伊讲出嘴吼。不过无法遐即卖话你，啊，佮过来谢振贤呐，你看来准备一下，你交这样是啥物关系？兄弟啊，阮大兄啦，阮大兄啦。哦，恁大兄哦 ，OK， 安尼好，安尼伊都无法遐先互你讲，啊，佮过来喊我这个谢大哥来讲吼 ，OK， 来，无法遐这样。啊，你指名我呀？有不坏来历啊，你就是你是，我给你介绍，你民国捌做过东方会，开始我来进步啦吼，我来管你讲啊。开始啦吼，即我是讲诶，咱拢知影，咱遮比较讲公家，咱差不多听足久诶。哦，啊，我唯一的感受就是讲，因抑阁包括王夫家吼，抑阁真少人吼，无济啦。哦，知影这个代志，还阁无济啦。哦，还阁较需要就是讲，伫台湾，咱的乡亲吼，还阁知影这個，还阁较重要。哦，因为咱伫遮会当做真有限，老实讲个啦。哦，啊，你要影响台湾，我会当讲就讲无可能啦。
哦，所以除非你这台湾这来听这物件吼，啊，家己到台湾徛起来，哦，这是我小小一个想法啦。多谢谢兄哈，谢大哥来瓦力啊，谢大哥瓦力来恭维哈，来发表意见。伊啊，可能爱阮孙那个操作，伊可能都袂。哦，OK。啊，那无哦，谢大哥，你准备的时呢，我先讲啦，吼，要不，因为，谢大哥，这样我本来讲要甲你讲无清楚，要甲你 summary 吼，不过我想讲唔免啦，大家人讲的吼，你著知影伊欠倒一位，啊，你尾啊要有结论的时候，你较甲你补充吼，那真正有人无完全了解。上重要的部分来讲，吼，啊，我想讲哦，替伊咧讲诶，讲，你若真正台湾有机会诶时吼，你得爱较紧做啦，吼，因为安有讲，大先讲迄落在任诶人吼，拢要模糊啦，吼，因为省事啊，有做者代事爱处理，啊，若下台啊了呢，蓬佩奥啦嘛讲啊吼。啊，甲迄个包斯克啦，甲啥物伊斯佩啦，拢讲，即个台湾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吼，应该是讲啊足清楚啊嘛，吼。啊，这样，我有看你的 point 来电吼，伊有讲 Biden 嘛是讲台湾是不是一个已经一片迄个官员吼，讲了更加清楚嘛，吼。所以呢，如果弄个清楚的话，就是变成为说，唔单只个是让台湾人家己做借口不要做而已嘛，吼。啊，底下咧模糊，这个模糊呢？除了是那个官员在模糊，大官唔敢得罪老板，但是台湾的人嘛是做些模糊，所以吼、哦，我想讲来当做的心态较紧做，尤其吼、哦、按即卖看乌克兰啦吼，乌克兰的时阵呢，我见个安尼吼啊，虽然讲乌克兰呢，泽连斯基甲因的人民真勇敢吼、哦、，surprise 跌破眼镜，啊啦讲哦，啊你要动会掉，我来甲你解救，不过、哦、你要看迄、那个。西方世界的解救呢，我那很有 tricky 哦。迄、那个德国、意大利加迄、那个、迄、那个、迄几个法国总统去乌克兰是要讲讲哦，啊，你来投降啦，我有家己问题啦吼，我来收打去哦。啊，拜登的美国的政府呢，虽然讲啊讲足大声哦，虽然伊补助是大部分是伊的。但是伊嘛咧做些考虑啦，我这给你的武器，如果会打到那个。俄国我就做这代志的，所以呢，拜登黑龙江做这算计的，按台湾人，今麦也是一个，唔是一个迄个国家，还不像乌克兰，至少一个国家可以说是侵略。我们要趁机会呢，有机会的时候，唔免克攻哦。美国到时啊会给你冲上，因为迄个时阵呢，时代要变化了以后呢，又有很多的问题，他是不是也 guilty？ 那刚才这个 John 哈、哦。伊讲台湾人拢无要讲啦，所以我就想说吼，安要逼台湾人讲的时阵是啥物时阵要叫伊讲？安就听民调呢，讲台湾现在的民调有60-70% 的人恭喜，已经是迄个主张台湾不属于中国，应该是台湾独立。但是安的官员，尤其要算计的人吼，拢嘛压力模糊，所以我想要甲 Douglas 会长建议讲吼。我们是不是以正名致歉来邀请这位双计的人？吼、哦，那、吴伟达，你如果我告诉你不要讲，不要跑，就是说我也要，你也可能是会选举的人，吼、哦，包括所有要选举的人，人民唔敢讲，但是你是不是决定说我们是应该台湾独立建国，是不是台湾主体？如果这位双计的人呢，伊唔敢讲的话呢，那？啊！你底下讲我们爱在国，安尼你拢是你惊讲恁的主席，你甲你找麻烦，给你的权势太多嘛。所以我想有一个建议呢，跟 Douglas 会长啊，我排给你最后让你可以提的是讲，是不是安来设计一个宣誓单，来请这些要参选的人，请他表态，他对于这个意识怎么样？如果他表态很勇敢，说我们台湾就是这个、应该要这么做，我们认证过，哎，你不是你搞他骗票的呢？你真正有心、哦、不管你应不应该按照，你只要真的是这样心的时候，我们就给你来
可以向所有的选民 来推荐、哦、这个是我们认证过，我们认为他是有这个心。如果你不敢说，跟他底下被骗来骗去，说、哦、我怎么样怎么样、哦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人民自己决定了、啊、那所以我是建议应该要设计一个这样的表示。那这个意见呢，我已经有跟 Douglas、哦、好像也有提过了、啊、Douglas 也征求了一些人，一些在座的人、哦、来表示意见。如果可能的话呢，现在还选举还五个月而已，我们在这个选举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让人民也要表态，不是说哪一个官员、哦啊、官员只有听上面的脸色在看，不敢说实话。你心里想什么，你如果要替人民做事，我们希望你表态、哦、这是我的建议、啊、过来想不要谢大哥你刚准备好了可以说了、哦，还是跟过来的 Bill Douglas， 你是最后一个 before 这样 conclusion 哈、哦。哇，非常感谢哈、哦，今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座谈，感觉非常欢喜。啊，身为台湾人，这长的时间，毋忙要做一个。家己主体的国家，我相信讲非常的艰难。我体会到就讲，我1940年出世，即卖已经62岁。这个一路行来，毋忙要看到台湾出头天的过程，真正非常非常的艰难。尤其是我人伫台湾，看到咱地方各种的这个过程。要行到完全是有法度变成一个民主国家，非常难。啊，非常感谢各位伫海外，安尼大家共同努力，互台湾有通啊保持到今仔日，实在非常非常无简单。啊，今仔日这个过程吼，我小弟尽管总是真努力，对台湾的出路，想要行出一条较。紧的，较，让台湾较紧的变成一个啊国家的这条路线，但是并无容易啊。非常今仔日看这个过程内底，看到遐济人，大家共同的心声，非常欢喜啊。更望咱就近都会看到台湾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多谢。OK， Douglas， 和你来讲吼。多谢。今天非常感谢谢正官谢大哥哈，这个精彩的演讲，啊，不过大家听了刚刚无煞啊无够开啦，你准备的PowerPoint 200几页，啊，搞不好只有讲到一半了，还有很多，因为我们有的是时间，咱这个座谈会呢，每两礼拜办一遍，啊，时间在我们这边。我再来个排时间啊，搁好有在这时间，好你做公安详细些哈，这个没问题，真多谢。啊，今日参加了嘛，足济哈。啊，今年2022年呢，搁有一个选举要搞了哈。啊，咱这个正明治县建国座谈会嘛，差不多2年前，甲大家已经46遍哈。啊。啊，拢自己人伫参加人来遮讲啦。啊，无我希望讲有迄个机会吼，就他主要讲庄圣经圣经兄提到的说，啊，在台湾面选举者吼，我们发出一个申请说，哎、欸，你里面是不是来个问伊讲，因有来认同咱的理念，我台湾要独立，要正面，要这些，要建国，吼，啊，这理念你有认同吗？你若来认同来讲吼，啊，咱就来甲发一个，甲你 recognize 安尼吼，就给你，互你给做 backup 这样吼，的一个声明给你，然后你可以在你的文宣上来表示说，哦，我们接受这个正明治县联盟这个单位哈，来认可他的 recognize 这样，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首先会写一封信哈，
啊，这一封信呢，啊，那个师兄已经有 draft 出来，后来丁贵教授呢，他有稍微修改一下，还不是很完整啊。那我这两天也有发了一些信给大家，请大家再表示一下，说看这个信要怎么样写的比较好一些。啊，刚刚那个老总的老博士哈，他有提到说有很好的意见，啊，我嘛希望我老博士，你也当天要改改些哈，改你好的意见，啊，放在内底哈，然后我们给他整理出来以后，在网络上发给大家，希望说能够参选议员呢，参选这个县市长的在候选人呢。希望恁来踊跃来认同，啊，恁俩的认同来讲，咱得发一个个咧 QR code 的那个号码给你。啊，这个 QR code 是 unique， 是独立的哈，啊。那你可以放在你的文宣上，啊，放在文宣上，你就可以发给你的选民，你的选民那个照着这个 QR code 就会看到说，哦，你这个候选人受到这个单位的认可。希望因为这些动作呢，对你的选举有帮助哈，这是今后的一个趋势，今后的方法哈。我在这个动作呢，我们继续再讨论，可能最近就会有结论，我就会跟大家做一个来进一步的说明。多谢，谢谢。呀，今天哦，那个后边那个发言的时间真有准在，所以。通常我们两个小时还有时间吼，啊，所以按确定啊，这样你也再去补充一点啊。你若讲了无啥贵，补充淡薄也无要紧。不过吴伟达那个议员吼，你明年、今年要搁再算嘛吼，应该无唔对嘛吼。对啊，呀，啊，所以吼，我跟你讲，叫你留咧，因为我看家内底十几个内底人吼，可能干阿你有要算你啊，做你安不阿对算了，干袂算了。吼，啊，你若要算的人吼。那个 Douglas 哈，会用铁一张单给你讲，哎，你要敢不敢宣誓，你是以台湾为主体，哦，你敢不敢？哦，那我想你如果不敢的话，哦，我就不投你了，不管你是意大利还是哪一票了。啊，如果说，哎，你讲这几个人袂歹哦，吼啊，我们也验证过，你不是来骗我，给你认证，像你那边要电器行那个要一个 UL 认证。加拿大的 BCSA 认证，我这有那个台湾主体认证，跟你说你是有这个心，我有跟你考察过，哦啊，值得推荐，所以这个不分党派的啦，哦，有可能说你是时代力量，你是台湾激进，国民党的人要来签我也是跟他认证，因为如果够集中了，他真的是这种心的话，以前不管如何，以前都是死了，从今认错，愿意这样做，我都给你认证，哦，不过骗票也没了，哦，所以我叫你不要跑，安尼你干了，哦，我们给你那一张，至少我推销一张出去了。会啦，我几乎每个礼拜五我都会来做会参加这个，而且是說我是讲你要选举的时候呢，你要选举的时候，一定的一定的联署的啊，这一定的。有，我讲，啊，你因为你来认证了的时候，我们就给你一个。认证师看你的文献边啊，者工啊，我们，哦啊，我们也有网站会跟他讲说，现在全国已经有10000多个认的候选人，不管是什么长什么长什么里长什么员哈，我们已经有今天为止已经有500个人认证了，明天又增加300个人认证，我们就会让说那个所有的参选人如果没有认证的时候，他怕人家不接受的时候，人家就说你不在里边的，我不要列进来了。所以也讲过，你不通过通过不了的话，他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希望外国去邀录者候选人作为来抢这些礼数。啊，你老干嘛跟我身边人吼？需要我们派人去拜访，我们也会过去那边帮忙去介绍说。你考虑什么？为什么不敢？你讲我阿杰安怎？阿杰，阿你阿杰个会讲诶，你得好应用起。安尼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支持你。我们会去帮忙说服哦。所以我想，这次我们提的更多一点啦，因为时间要有，这样剩诶十几分钟拢给你，给你讲阿贵吧，紧两点钟，哦，不超过，不超过。真真多谢哦，大家诶，用这宝贵诶这个 feedback 哦，啊，来讨论，我大概有。写一个记录啦，吼，啊，一点一点来，吼。第一个德昭兄，吼，伊讲这个
希望这个美国君主政府会当早日把这个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带落顶来。我想拜登伫11月16日讲了足清楚的，就是讲台湾的将来家己爱去做决定了，对。所以台湾即摆上届互咱头疼的就是啥物物件，就是讲做即摆的台湾啊，无法度把这个中华民国摕掉。啊，摕袂掉是其实拢免讲的。哦，差不多我大概有报告过，就是讲，这个美国不中国人来拍台湾的时阵，是伊来拍讲我是要来拍中华民国的时阵，迄大家头壳冒咧烧呢，哦，加在美国早就甲伊切断去啊，吼、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讲，啊是退落顶，也是咱家己爱去内部有一个相当的共识个，吼、哦，啊铁佬吼提供相当侪个这个宝贵意见呢，伊上主要就是讲。无迄个美国君主政府啦，吼、哦！但是伫铁老的讲法内底啊，伫我的看法是认为讲，老教授伊是本身是认同讲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啦，吼、哦！伊是认为就是讲，这台湾上无即马有一个啊、人民主权，台湾家己要建立一个国家就会使啦。但是这无遐简单啦，这无遐简单是安怎讲呢？咱来看啦，台湾假使讲若有这个权利的时阵，是安怎伫高雄2009年时阵，伫这个高雄世界运动会的时阵，咱来无法度挂台湾的名挂出来，伫台北嘛同款，无法度把台湾的名挂出来，迄就是做袂到，就是做袂到嘛。你都唔是一个，哦，我头拄啊解说就是讲，伫 Cuba 的时阵，虽然是甲这个美国并肩作战。但是伊并无互 recognize 是一个国家，无伊并毋是一个主权政府就对，伊是一个政治实体无毋对，但是伊毋是一个主权国家。即离迄个就是讲真重要，就是讲伫国际上有一个 language， 即个 recognition 甲 non recognition。recognition 就是讲做你若是宣布独立的时阵，啊，啥物人要甲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的时阵，美国无承认啊，伊一直等到当时1949年等到1971年，才被 recognize 的2500国际文才被 recognize。所以这种真长的时间呐，这无啊简单呐。啊，台湾的处境更加困难吼、哦，所以这个我想是台湾假使若无美国甲你派掉嘞吼，咱。问题真多啦，他拄啊，我有一张图，就是讲历任的这个AIT 的主席来先，其中唯一一个不是外交人员的主席，就是夏信啦。我想咱湾区有大概有30个人，有介做伙食迄个早餐会啦，伊内底甲阮讲啊，足白就对啦，我有录影，结果伊叫我 stop the recording。叫我袂当，迄段也袂当落命。伊甲现场人宣布讲，四部音没有，是干那三个人听到尔。陈水扁、陈东山甲伊伫伊个办公室。哦，内容我无法度讲 detail， 就是安尼吼。所以来台湾，其实真济咱看袂到、听袂到个吼，啊，佫真济 inside story 咱唔知啦吼。啊，这是老教授的意见吼。啊，国外做你安，就讲台湾的战后台湾的历史啦吼。李总统，其实我有机会回去台湾2008年噶，大概迄当阵回去，捌甲李总统吼，我捌甲我咧讲的这些物件，甲伊解说，伊非常有认同啦，伊非常有认同，就是讲做这个。台湾的法律的部分应该爱继续努力了吼，啊，唔盲讲大家做伙来拍拼吼。啊，曾博士吼，这个曾淼博士，伊讲这有影，这中国若敢拍台湾啊，就是中国完蛋的那一天啦。这我非常的认同吼。啊，搁过来迄个纪牧师吼，伊讲台湾政府哦爱发声啦，啊，民间爱发声啦，全民爱努力。我非常认同，就是讲，即卖台湾的政府像顶几日啊，吴钊燮伊发声吼，其实咱无啥
无啥认同啦。伊个就伊讲个时阵哦，正监管可能这个 policy， 咱现在咱袂当怪伊啦，因为 national policy 唔是伊个人做决定个啦。啊，啥物人有权利做决定？我想是咱民间的声音无够 strong， 吼、哦，啊，无够 strong 个时阵，爱安那逼人，就是讲，像即马你头拄仔你讲个，讲即个要认证啊，啥，这是一个真好个一个 approach， 就是讲，因为伫美国咱不是你听着讲这政见发表会嘛，吼、哦，政见发表会嘛，啊，你都你个 policy 是啥？你先讲我听嘛，你若 policy。到阮有法，阮就甲你 endorse 嘛。啊，你若拍落去，到无同款，我就歹甲你 endorse。我想这个是真好个 approach 啦，吼。啊，这个时代力量个吴议员啦，吼，伊讲了非常好，就是讲，这个中国个渗透，吼，啊，亲中势力，这实在是咱真惊。其实我了解范围啦，吼，美国个 CIA 伫台湾非常济人数啦。啊，咱伫惊遐个所在，我想因也拢有记录掉咧啦。台湾的一寡事件，算讲伫台面上的吼，我想阿彪有因的着力点就对了吼。台湾吼，伊讲做伫台湾，啊个伫美国诶后一步要安怎行？我想伫台湾咯，那里咱提 action 就是讲做民间的吼，因为政府无要做嘛，政府的时阵啊个伫甲迄个。现在民进党的政府也是还在强调，就是说中华民国台湾是最大公约数嘛。这个时候等于他们做不到嘛，他们做不到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把这个中华民国拿掉，不然他拿掉就是要靠民间的那个，所以假如若做得到的时候，在台湾去成立一个，就是说看是台中也好，台北也好，创一个算说国际记者发表会，啊，算讲家己发声，因会来听啦。你若讲有正式的迄个管道发表的时阵，因会来听。啊，若无先，你该录影嘛，你该录影的时阵，你制作出就大量去发吼。啊，这是当然台湾会当做啊，美国完全就是讲，加减咱即马这网络大家互相来检讨啦吼，这来共同来进行。啊，马婷哦，建议了前头来讲。台湾人民的意见表，我阁几分钟，阿个 Raymond， 我阁几分钟，要十分钟呢。OK， 好。要，伊讲人民的意见的表达啦，吼，就是拢无听到这个咱人民的声音啦，同款。我想这个时候，假使讲咱也有法度吼，定期性，卖讲迄个一个。重要日子啦，吼！重要日子的时阵就讲啊，即马选大选就要到啊，是对无吼？啊，咱会当讲我做啊，邀请你较认为迄、那个，咱个 question 嘛，伫一个真大型的这个记者会来，你个 question 讲，你伫这个issue 来，你的看法是啥？啊，你安那 promise？ 因为当时啊，因你个人讲，互咱听证件表发表会的时阵，讲过都无一定照来做嘞。啊，但是咱来即马。百姓，我想较算讲，有法度做文宣的时阵，甲伊做一个 recording 对无？就是讲，哦，这是你当阵甲阮 promise 安尼讲的哦，对无？吼、啊，真侪因过去讲的话，因嘛是爱做一个相当的解说啦。哦，有真侪政治，我正也卖讲名吼，反正讲爱亲中爱台吼，这有当时啊，真侪人听袂落啦，吼。就是我唔免讲人，可能你也知影我咧讲啥吼。啊，过来就是 Morgan 讲哦，做美国的这模糊政策啦吼。我想吼，美国是无模糊政策，伊是按全部配合，就是讲 OK， 你上主要任务是甲我协防台湾就好啊。吼，啊，你内底要哪做是你的代志就对了。吼，你袂当讲哦，做你甲我。把台湾的利益提起去放给中国，迄因无法度 accept， 所以四月七日，我去迄 AIT 的时阵，我有问迄个南英呐，我有问讲，哎、欸、啊，即马即个台湾，假使讲台湾的领事馆，若讲成立，恁 recognize 台湾的领事馆的时阵，啊 ，tackle 都无去啊，
啊，是唔是这 AIT 就喺改善？伊讲啊，那我足欢喜嘅，任务达成。所以 Raymond， 咱你讲嘅办公室来改嘅时阵哦，伊讲任务达成，因为 AIT 是根据这个Taiwan Relations Act 出来嘛，哦，Taiwan Relations Act 出来时阵哦，啊，所以伊讲嘅其实因即系。外交官啦，吼，因拢非常的头脑清楚啦，哦，啊，就是讲，咱伫海外，还是包括伫台湾的时阵，假使讲，若甲你有机会，互你行去这个要处理台湾代志时阵，你会当代替台湾争取啥，哦，迄个是真重要。咱不是我，不管是要提个想啦，吼，反正说吼，嘛提出真侪重点，就是讲做台湾吼。就是台湾啦，台湾，咱的后一代教育，我想是爱加强。这其实我冇真大愿望，讲会当有机会甲一个咱这个少年一代吼，就台湾少年一代来交换意见吼。啊，咱毕竟是对遐行出来，啊，若有法度，就讲咱这几十年所听到、所看到的，爱当甲分享，我想就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啦，吼。迄、那个 John 吼。伊讲做迄个独立啦，家己一寡无讲完整个听了啦吼，啊，算讲要独立啊，家己爱做决定啦吼，算无一个算迄个咱将来啦吼，台湾要行啥物路，我想这是上主要就是。差不多拜登甲咱，我有提着讲，拜登讲的，就是讲做，即个台湾到底要行什么条路？你若继续要行坚持中华民国迄条路的时阵，咱来想好，就是讲，即个中华民国你到底是要代表台湾这群人，还是要代表中国迄群人？吼，啊，中国迄群人有因家己宪法啦，啊，中华民国这本宪法的时阵，唔知你代表谁啊？啊，唔知你代表谁？结果咱底下用几啊只，用七十几年继续去用对无吼？所以，伫这个1946年制宪的时阵，人民共台湾人民共和国 PRC 的人无人参与，啊，制定这本宪法的时阵，嘛台湾有一挂迄当阵的精英去代表去参与了，但是迄台湾人无认同嘛，吼，所以就是讲做。咱台湾，甲你若讲要行家己的一条路吼，真济即个基本条件爱建立啦吼。啊，无法啦，甲我提供真好个意见啦。咱长期来拢伫这买了做伙伫讨论即个9月7日啦，4月28日啦吼，即个讨论会吼。算继续爱努力啦。你讲知影的人虽然不是咱不是你讲啊，但是知影的人无济啦吼。即咱努力无够，咱还阁继续迄类啦。啊，头拄啊 Raymond， 你讲足济遍了，就是讲我做即个要进行吼，就是讲我做要进行即个 endorse 啊，要加只个。选举，我想是差不多我提供的迄个思考方法，就是讲做，咱先听讲，因为会当做啥吼，啊，甲你讲的差不多了吼。讲先讲，就咱不是去伫听，像讲迄时呾有迄个啥人，迄个陈怡仁啊，我，吼，联系啊吼，伫迄个做state control迄个吼。台湾现在咧，伊演讲的时阵，伊嘛是迄个啊，咱要要求伊做啥，吼，啊，伊就甲你讲，就我肯定要做啥安尼吼，所以真清楚啦。我想这个是个，伫经济方面吼，咱会当参考伊的意见。迄个陈医生啊吼，伊足有台湾心的啦，啊，伊单位嘛会讲，吼，所以咱若有机会，会当阁请伊来吼，啊，这个。Ukraine 啊，吼，伊这个你讲的这个政，就是这个面条部分。而且 Ukraine， 我要提供一个，是讲，其实台湾人吼，咱今嘛是多元化的，大家去替台湾发声啦。像我这有几个朋友吼，因二八，今仔日就二六啊嘛，吼，过两天
因都五个代表要去乌克兰，要去遐专程要去送一个迄个消防车，就几台新的哦，要去乌克兰，要经过波兰，要去送给因的呢，是真无简单啦。有真济台湾人伫徛伫无同个角度替台湾伫拍拼伫努力吼，这是真可取个所在啦吼。咱有个人无看到，但是会当斗小报。即、這个阮大兄吼做真济即个鼓舞啦吼，伊讲咱即个要加入要达成即、這个正常个国家吼。去路啊，阁真困难啦！我想主要就是讲，会当互启发互更加侪人来认捌讲咱即马台湾的处境吼，啊，真侪也是咱家己坚持啦，吼，咱家己坚持。啊，文基迄个道格老师吼，伊讲即个要认证表态吼，赶快就是讲，假使有机会啦，你会当邀请因起来啊，直接你会当甲 question 啊，是讲。咱有滴机会，你若登去台湾，你咪当哦，你就讲哦，用几个啊代表是无，就讲 Raven， 你就去 chair 一个 meeting 吼、哦，啊，你跟算讲跟交流，跟我意见的呢，啊，看啥呢？啊，当然，即款嘞真济代志，爱过大家多方面的配合啦，吼、哦，大概这是我，大概差不多恁提出来问题，做一个分享就对了，哎，分享吼。哦校长，歹势，我甲你插一个话，一个好无？吼，校长，老实讲吼，校长郑宽昌吼，我足钦佩伊个，伊国际法讲个真得体。吼，以前我对遮国际法哩，老实讲，拢是要一个菜鸟啦吼。阿妈吼，陈正宽陈老师教我真济指导啦吼。所以今日谢校长所讲个，我足赞成个，吼。因为其实真侪，咱即马台湾少年的真侪拢唔知三叫做国际法律。人美国、世界各国拢在讲国际法律，你台湾敢讲国际法律，人袂插鼻啦。尤其最近加拿大一个，伊是准备做保守派首相，迄、那个伊都跳出来讲啊，伊人讲我清楚对哦。你若要讲一个中华民国，歹势安尼免讲，我敢来承认一个，你一个台湾尔，两字尔。哦，啊，若要讲专义，就是讲福尔摩斯台湾。因为古平山头条都是安尼写，哦，所以咱未使讲家己想要跳出去咧，因为人因是根据国际法在执行台湾大事，哦，啊，所以我希望讲，即、這个等下拜托谢会长，我头因为我你拄仔咧讲嘅开始嘅时候，因为我有爱食心脏药啊，吼，无法度，所以我实在讲我嘛足侪困难啊，我干那直接要拜托恁只少年辈，未出卖台湾迄本册一定爱买来看。你无买来看，你根本拢唔知事实。迄是一个美国过去大使馆外交官所写的哦，乔治克啊，我拜托恁去买来看。300块对恁遐讲遐困难吗？哦，唔好讲实在代志，恁拢唔讲，啊，拢讲一寡好听话，我无赞成啦。我坦白跟你讲，我无赞，完全无赞成，因为我就是今日国际法律，甲大家在前辈学足济，哦。你要出来那本书，谁人我要买来看？我甲各位无客气，我讲给大家听。我爸爸就是二八受难者，所以我一定要买来看。你唔是做二八受难者，你唔知台湾人迄种台湾人的痛苦。我直接深深拜托，哦，因为这时间甲迄个问题啊，拢真可贵啦，哦。啊，因为我今年73岁啊，吼，啊，我希望讲我会当看目睭紧紧看到台湾健康。千千万万读的迄两字，卖讲，因为人美国官方甲你讲得超清楚啊，你敢听啊无？好，歹势甲遮尔，谢会长，拜托你最后你甲我讲，你拄啊开头你唔有讲着我的评语是啥？拜托你甲我讲者，谢谢哦。好啦，好，张泽昭先生，多谢你。啊，今仔日差不多2点钟啊，准备结束啊。啊，我们知道说，围观的人拢讲模糊啦，吼，啊，唔知真正模糊，还是假模糊，还是故意啊模糊，吼，啊，我想呢 ，Douglas 跟我们会带领我们，吼，现在选举的人不敢再模糊啦，伊爱讲清楚，伊是到底是要创啥啦，伊有支持啥，唔是袂使用骗的啦，吼，骗票也袂使，吼。
我们这样啊，你也做这吼，多个谁安排叫你讲，你来一个。从你安开始做 question， 两百呀吼，佮讲两三条嘛，讲袂了吼。周尼安有代志有问题，好、oh, ，OK， 好好，安尼好。我想要刚才来分享起来，因为 OK 那个提这个建议，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讲哦，好，大概做一个好像连线这样，就是加名这些的这个议员的连线、嗯、或是里长这些啦，吼。嗯。但是我感觉各位可能无选举，地方选举过，我觉得地方的选举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啦，吼。嗯。好、哦，这个部分，那除非讲哦，咱的连线讲要让你赞助你几班、五班哦，类似这样子哦。这是一个，我是说实务上哦，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伫2010年的时阵， yeah. 我伫地方嘛参选给大安文山台北市啊，然后迄当阵那呢就是伫做反埃克法的代志，那。大家都知道台南就是最反对埃克法嘛，最反对埃克法，那我们就在地方啊，也是当作一个我的议题在跟乡亲在讲啊，但是我大部分都得到负面的，就是说他说、啊、你选议员你来说这什么国家议题啦，类似这种的、哦啊、你去分那个 面子啊，也让人去站在头脚这样子、啊、那你还是笑笑啊这样子。Yeah. 对，但是当然，经过12年之后，我觉得情况确实是有一些不同。嗯、那我感觉台湾重要的问题也是出在教育啦，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不要把这个权力交给人民去做主？那你会担心这个人民他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做主啊？卡苏公咱台湾人民头脑内底装的无即款国际法律法理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怎么让他们做主呢？他们现在做的主不会，可能不会是正确，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啦。吼，这是我的感觉啊。地方的选举就是讲，他有些就是要请走，吼啊，好大家看到，吼啊，有的老大人爱看到少年家，吼安尼真好啊，看少年家出来安尼参悟安尼。啊，不离个就是讲，还是要一些时间做观察啦，吼。第三组刚都讲那个吴议员有讲说，哎，时代力量有知道有一些像中国不好，就是我们在政府不好的东西。可是疫情问题，国会的时候我们就直接上议场上面就去懂啊，就算是三个人，我们也要懂啊。那也是做一个新闻也好，或者说我是代表我们的声音也好。不离个这几年，但是我看到时代力量有这个部分，他可能是觉得知道这是不对的，可是。方法上面因为很比较年轻一点，所以可能不知道说可以怎么做，可以代表一些声音，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继续磨练这样子啊。嗯呀、yeah. 好、谢谢周委员的意见、哦啊、我们知道有很多考虑 啊所以有很多台湾人也有很多看老板的脸色啦、哦、要揣摩啊、哦、不过呢那个我们知道呢，那迄个敢那单一一个位置诶吼，伊在各个大行都爱赢到一半开赢了吼，那个我们会有考虑吼，会有某种的那个弹性。但是既然那个全国民调公已经七八成啊，拢已经突然独立啊，应该呢，如果他的老板说不行的话，会断掉家己啦吼，不然就会断掉家己啦吼。那我们希望呢。至少在议员的部分呢，如果万一我们作业错误，牺牲掉一个，也不是大那个 big deal。但是管局长是给他几位啦，还是讲什么所在给他几位你来吼，我们会不会造成候选人的挺大的困扰？我想，既然是七八成，而且越来越清晰，希望不会造成说，因为他签说我爱台湾，我就变成为是。对，可以用抵制、哦、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勇敢的试试。我希望这是可以的，因为可是最近的一次就是我们冬奥证明嘛，那这个政府他其实是反对的、yeah. 好，这是最近的、yeah. 那我再往前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2004年的时候台湾团结联盟提出了证明制宪大游行、嗯、然后那当时那个林进栋去警他都不敢说，但是后来他看到这个社说哇，那下面诶，游行遐尼侪人，台人
揪哈侪人，所以后来在立法委员那一次的选前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陈水扁就拉出了郑明志线，哇哇、哦啊，大家都夹票，哇，规个都刷起民进党啊！谈像这款嘞，其实我觉得大家一直在变动，郑明志线是都我在讲的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快二十年前了，十八年前的事情了。十八年前，我们台湾已经有这样子的郑明志线的想法喽。但是在十八年之后，咱很主席，咱游完底讲，我感觉这来在确实看看欠看的，就是底在教育的因素原因那个里面啊，我们少了那个，我们台湾到底何去何从？我们现在的地位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咱搁用一个中华民国的名？为什么咱的军队英文名字全部都是 China？ 怎么弄？我们的陆海空三军的英文名字，请大家去 Google 一下，全部都是 China Army、China Air Force、China， 拢是中国军啊！当两边要战争的时阵，哇，中国打中国，你两个中国在打。所以这个部分，民间咱的力量吼，选举是其中一个啦，但是我感觉民间的迄、那个。大家哈，结合一些力量哈，我觉得就是当然要到一个程度，让现在民进党不敢觉得说你们是有个力量这样子，但我们继续努力啦，哎呀，谢谢，相信我们 Douglas 会长的智慧啊，希望他们大家都不敢说不来签，不签的话会短的卡低哈，会打压会短的卡低。庄大哥，我最后拜华波强姐的威胁，好不好？最后哈，我简单这句一讲。ROC 伊是全世界诈骗集团，千千万万 ROC 这三个无用，说这三个台湾人就来使用过。OK， 谢谢，今仔日已经两点钟钟啊，哦 ，OK， 谢谢大家，啊，过两礼拜以后，搁在后会有期，啊，这样你搁准备，你袂使迄个总要收起来 ，OK， 谢谢谢谢。Douglas， 你刚刚在讲啥？感谢，感谢。Douglas， 你的声无麦克风，要讲无开，你若要讲啥 ？Douglas 无开嘿。我无要讲啥，多谢。哦 ，OK， 谢谢。谢谢今天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Yeah， 我们回去台北的话，再一起奋斗努力，还有五个月，我会回去很久。嗯，喂，我是伟达，我那个有机会，我再给庄妮姐姐这个时代力量在立法院再反渗透啦，所有的提案，我再准备那些资料给你啦。我觉得大家互相切磋，一起为台湾继续努力，加油加油，好不好？哎呀，一起努力这样子，力量，哎，好 ，Yeah，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